所以呢，你可能看不太清楚。你来看一下，你这么看，先看这个树叶有没有在动，然后我给它来收收嘞，给它。在动了欸、有在动吗？有，真的吗？有啦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给他呼呼嘞。好，有没有？他还说好痒哦，好痒哦，好痒哦。你这样是发电吗？啊，他这个叫做怕痒树，我要证明。叶子，你先看叶子。还有树吗？怕，它叫做怕痒树。为什么？我们这样子给他，好、哦，啊，他就会小朋友哈、哦，你如果。